我们首先请到的是王志平老师，请。罗平今天这首歌，我觉得表现得好极了。哦，嗯，我觉得你今天有很多尾音啊、哦，就是尾音的那种有点气声的，有一点像阿杜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每一个音都可以做到那样子的，我觉得其实很不简单。我觉得表示你真的有很大的进步，而且我觉得你今天在整个表演的过程中，你的唱歌的这个节奏啊、语气、口气啊，还有感情，我觉得这首歌呢，我觉得啦，比原唱还好听。哇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OK， 很棒。好，接下来请到的是洪敬阳老师，请。好，真的老师要说你不是命大哦，你从一开始节目到现在，你都还存在。真的是因为你有实力哦，老师要这样讲哦，特别就是在那个唱功的表达上面，你已经可以掌握了。今天这个歌它其实是有点 RMB， 这个 RMB 是在早期大概有一个年代，它的那个大鼓会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其实那个 beat 的重要性其实是很重要的，所以你在唱的时候，第一个一定要先抓到节奏感。那我觉得罗平今天的节奏感抓得很好。你离开的时候没有一句，没有一句话说清，说清楚你离开的原因。当我觉得靖伦也越来越有那个寒风的那种，今天真的很寒风哈、哦。有一点。当初靖伦进歌坛是偶像型的吗？哎，这个我不能自己讲。是，我觉得你应该就是不好说。好是年轻偶像，好像是这样子。年轻又要回到欧巴的偶像风啊！我觉得也找到你的定位，很棒，加油，各位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寒风啊，寒风吹起，细雨迷离。不是这个寒风、啊。我们三位来宾。叶诺凡是 91.4， 黄靖伦 91.8， 罗平这首歌能呈现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表现得到评审老师一致好评，分出来到88、89、90、91，分数继续跑92，小数点是多少？恭喜得到92.4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新同学诺凡来，请记上一张牌，没关系，努力学习。每个人来都是有经过黄牌的洗礼，对。如果你经得起黄牌的摧残，就会越来越壮大。基本上黄牌已经是我们的见面礼了，对。大家的程度都已经那个叫压力了，要顶住压力了。是，我觉得就是来这个新舞台，真的就像老师说的，就是不断的成长跟进步跟学习吧。嗯，对啊，而且就是两位学长真的是上了非常震撼的教育课。对，我们也期待看到你更好的表现。是，谢谢三位，稍微休息片刻。谢谢。所以今天是罗平的92.4挑战我们的卫冕者。